系冇？一百。试食看卖面嘛无要紧啊，两百块尔啊，那你钱够够，钱够够伊哦。哦。院长。虾子啊。哎呀，存车了，六箱存车了，真正无歹好笑的。你叫我后头看遐时看，看我有卖六箱的无？啊。我即摆即种无同的哦，即种无同的哦，即种是安尼。不是，即摆迄部啊，迄手枪八号二五，十先要人家欢喜的，二六啊三十的，叫二六三十，一撮，拢无啊，来要吃啦，一千五块多。来签啦，签啦。一千三要吃无啊？你吃好来，你处理好啊。来，我来讲，只要够送你，只要够你，一千块三要吃，一千块有人要来无？大只啊，一千块钱只要够你啊，一千块，一千块有人要来无？够你吃无啊？来五百了。来五百边啊？来五百够要来无？好，姐，你收掉了，我存钱来，带了无？来，上面吃，讲完嘞，讲完上面吃，来，讲完要吃一百了，来一百啊，没错，一百了，一百了，讲完一百块，收掉，两个这里，一百了，最后一百讲完一百，我来对不？我是一百啊，安尼无，算了啊，没了，好，来，阿哥来买啥？啊？猪排这个真好不？你买啥物？猪排这个两包。猪脚贵个，我看。猪脚我来讲话，你直接当买一斤要怎么吃啊？做好吃了，免三百啊，两包我嘛无啊啦。韭菜啊，两包啦。要买只猪脚无？真正无啊。一斤的猪脚你学落去啦，无好嚼的啦。两百块尔啊，这个猪脚你食无就你好嚼。两包。最后三个，最后一个啦，无啊啦，猪脚啦。好家乡的猪脚，你有好不？两百，真正全台最有名。来，唔好买贵，拢无啊，一百两刷。一百啊，试吃好吗？算两包，你个猪脚高粱菜嘛卖了，高粱菜嘛卖了，最后一包，你个高，你个猪脚好刷，一百两。好，好，结束，谢谢。来者，结束啊。大家请安。哦，好。开始。什么代志？多余客客，羊肉炉啊，羊肉炉你咪起啊，我好，快点刷好嘛。我大概就要摆，你确定这下都有羊肉炉？大包两。紧来，紧来，紧客客好啊！卖弄一下讲什么？紧客客好，紧卖啊好啊！哎，上面讲羊肉炉的。阿边啊？这大包的啦，可以了啊！你卖搞笑啊！这大包羊肉炉啦，这是阮公司内底上大包的啦。这一点我哈凊彩食个500-600块啦，两点要改食1000啊，唔免啦啦，400就好啦。哎，400一个啊！准备包200煞啦。来，靠近啊！400，这个是包你的凊彩。400够两百只，你做点钱来做啊！够两百只，大包一百六啊，一百两就有给他退钱啊。400还有要吃吗？400。400啊！你存几包来啊？天龙虾存五包，拢有啊！来，我收过。好啊，好啊。你400的，啊，迄个啊，其他讲要食啥物，我袂记啊。鲈鱼啊，叫大个去照样坐啊。大个，你甲帮忙坐啊，感谢你的爱啊。感谢你的爱，四只双皮啊。美女，你是没有高雄啦？这四只卖你100块了，专干要上给你，好不好？一尾卖你35块了，专干要回馈给你的就对了啦。来啦，我来讲啊，我来加一块冰好不好？加一块冰起来，加上100块就好啦。你啊买两杯送两杯，让你欢喜些啦。你人要高雄来，只要给咱支持，咱无上可以袂使。我做一个落啊，安奈哦。来过来要吃啥？你好，你个收腰就臭死。感谢你的爱。另外，你个大个要吃蛤蟆，敢走伊啊？走伊啊！来走伊，我来卖蛤蟆。啊，伊老伊咪讲卖蛤蟆，伊个做咪讲卖蛤蟆。来，要吃20了，进来啦。20啊！20啊！你上哪？上哪？无蛤蟆，今日无搞。20块了，无啊无。上哪？唔免买坐，唔免讲啥，唔免讲，拢唔免讲。四爷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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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爷啊。后边讲个蛤蟆，系啊，蛤蟆都无啊，多啊，包高嘞，多起啊，包高嘞，你又要摸好讲个蛤蟆，多起啊，我无起啊，十起啊。阿叻，你先1300了，我了嘛，你后边1300，你无你起来，你先来迄个。推走10块，甲迄箱上车。推走10块，会长你也袂记账，1300帮我收钱。OK， 400。好啊，你推走下啊，好啊啦。迄箱甲摸去啊，你来遮摸啦。
1300了，好，你去洗了，我再交代把你方便改去车顶了。你若来个，我讲我叫人来摸车顶，你做你去洗先去吃饭，感谢你，来，摸起我切切嘞，再交代个方案哦，好，你下了，来个下边是啥物？无垃圾嘞，足清气哦。来个下边是啥？嘿，我要扫。你要吃啥物？馍啊。馍啊。黄鱼壳，咁是黄鱼啊！呢个天香黄鱼啊，鳗鱼，黄鱼壳起来了。嗯。三百只黄鱼，你帮我，你啊，系你啊，煮鱼，你要系我食无？哎，又冇，你冇唔知？系啊，黄鱼要食三百哇，老难冇啊。三百啊，好钱啊！黄鱼三百只三百。一只啊！黄鱼多钱啊？真的。黄鱼少个。对啊，两块。两块好啊。我真系贵喎。咁冇啊，三百贵，你又好惊咯？三百贵，三百。没有了谢谢，我找你。阿姊，你要搁爱啥？我你放个鸟，哎，找你两百。你要搁爱啥物？你跟我讲。你爱啥？我来讲啊，我是鸡腿上少的只，鸡腿鸡了，我变白鸡啊，我系欢喜只。恁只现场的人家厝够小朋友的，够六个月以下的囡仔，敢有现场敢有？六个月以下的小朋友敢有？那仪器掉了。来，这个是秘制鸡腿，这个拢无骨的哦，哦，这个当下你真正的好吃啊！我无爱甲你画500嘛，无爱甲你画400，一个人要上我卖半生去啊！这首我要让你欢喜的，你先给一个你300我了。来300啊！有人要食秘制的鸡腿无？300块。300啊！300，有人要食鸡腿无？300。我跟恁讲啊，我这个够恁了。你存只尔嘛？哎，存只尔。我跟你讲啊，这用抢的哦，你自家一万买袂着哦，这一支骨拢无的哦，死甲做好吃，这个够恁。这个够你，这300你唔免考虑哦，只要你若敢给300，我答你哦，无啊，这个过来，这个过来，冲着骨底钱，全部死的，煞，无啊，先给钱的腰带啊，200了，200，无你送，一个，无你安尼卖啊，真正无你安尼卖啊，来一个啊，金币啊，无你安尼卖啊，最后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200好，一个啊，加，最后这个200上面有错，200好，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结束。最好这些冷饭放上面去。保密啊！谢谢。来，你搞那个来，那个海，这上面讲话姐，你今天在上面讲。海鲜卷给个海鲜排哦。第八点的。来，上面讲海鲜排上面去啊。这是海鲜排，这等于季节了，好吧？这我来讲哦，你若要讲海鲜卷的卖300，没有海鲜排啊，海鲜花枝排啊，先给钱的人给啊。安尼啊，这三地凊彩拢爱150嘞啦！我来讲啊，即摆物价拢足贵个啦，这六地要改给300，我唔免啦。当个用真个用钱个，足香啦，先给钱个100了。来100哦！100块花枝海鲜摆100块嘞。我加一地予你啦，加两地予你啦，加三地予你啦，加四地啊，即全部10地啦。来边啊！100嘞，两个啦。100，两个啦。一地、两地、三地啊、四地啊、五地啊、六地啊、七地啊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啊，100嘞。四个啊！一地哦，你两地哦，你三地哦，你四地哦，你五地哦，你六地、七地啊，免啊，安尼就好啊，无爱加卖啊，是啊是啊，无爱加卖啊，袂安尼好啊，这一千来后边，一千来后边会买啊，搁一个对无？哎，好，好啊。哎，好啊。你讲有啥物高档的要画干贝无？干贝我袂提起，你别画干贝，我你食较好诶，我来讲，即摆我咧画这啊，海产的吗？嗯。你海产的较贵诶。啊，花枝牌啊，啥？啊，起起啊，起起啊，我袂啊，这无卖伊袂使啊，这老客户，来啊，花枝牌上面过来。多少钱啊？多少钱一个啊？来伊袂上无卖啊。两皮啊 ，OK 啊，两皮啊。这种我贵宾买袂上无卖伊，哎，啊你有一千啦，哪有只？来两皮啊。你硬弄了。来两皮啊。现在目睭是啊，真的。那您头前个嘛，甲讲者，老爷你嘛来讲者，你嘛发挥你们的爱心来讲者。加一个啊！我讲老爷啦。嗯嗯。
你冲什么搞笑的你啊？都几个啊？哎，两个一包啊！一包够要来无？来啊！对对，要煎啦！阿姨又来，最后搁一包，啥物来无啊？一包哦！都要煎了无？好几个来，好几个来，几位当家的？有啊！有啊！哪一个啊 ？OK 无啊？一杯一无啊，无输啊，没咯 ？OK 无啊，没咯？你不要搞这，阿姐，我来讲啊，我看这种钱先卖给你。好啦好啦，先卖卖啦，先卖卖啦，恁遐这种标志啊，先莫买卖。好啦好啦，别买啦别买啦。来，这是正常啊，买手你摆你花，这海鲜卷啊，这季节做好吃啊，季节哦，你甲切落粗粗啊，搞阮蒜蓉大鱼，花你300-500免啦，200我咧。来200啊！这一条160啊，两条32啊，200，这条搁32啊，这条搁52啊，来今年200咧。200。两个食海鲜卷无？季节啊，真正咧要求好吃，200我咧。够两百只无？哎，200，来一个啊！卖啊！你卖给钱啊？卖给钱啊？恁遐只龙须我要了钱啊！了钱，一个人我要上楼啊！先给钱啊！100来了啊！卖啊！一个啊！收钱！一个啊！那无给钱，你就等下卖去啊！无给钱，等下卖去啊！100！无给钱，等下卖去啊！100！无给啊！100！够要几块无？100！最后搁两个一包，你啊这海鲜卷泡卖100块，几个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一条百六啊，两条偌济？两条32，唔免啦，100尔。今日加价钱，这条要钱我请你吃，100咯。一个两个，欢喜就好啦，100块，几个？100块。那边所有那边一包，爽好啊！一条30块，你听，工厂做袂出来啊，100块。够要一个无一包啊？我无啊，最后一个今仔真今仔钱，真正要你爽的啊！无人你一条卖33块啦，真诶啦！够几个？我够两个啊！够两要食鸡仔的无？收起来，你拢免啰嗦。